穆全恩，早安。
推崇啦、啊，然后批评啦，搞坏时阵啊，这啊这啊个哦，我伤害啦，这种上心就是，因为活在这个世间，啊，你面对着这点啦，要对你安怎？这人无法度，人伊搞不定。但是迄个好进，变好进，迄个进是一个真无简单的进，迄个进是一个真无简单的结束。甲你讲就是安尼，伊讲进啦，你我未，我平常啦吼，甲你讲一大堆的好话，吼，甲你赞叹，吼，你大家拢食着迄个啦甜的，吼，甜不过的物件，你有欢喜无？我赞叹你就做欢喜的，但你进呢？把你讲出来，你不下你听，你会去会明白。你这是去会明白，简单讲，因为你平常就是养尊处优，你平常就接触着水，你唔爱接触着阴，阴啦，迄你。但是迄个真正的化学人的意境，就是面对着迄个阴，唔是面对迄个水，迄、那个水看不出一个人问题，就是迄个阴，但看出一个人。伊个心态是咧成什么心的物件？哦，迄叫做心境。啊，迄、那个心境的东西，咱的迄、那个在报道里向，咱的哦，没有做出动作的。有人骂老卓，老卓说说好；有人打老卓，老卓说睡倒，泼在我脸上，给他吃干粮。太神力气，我神难呐、啊！这般波罗蜜变成妙，妙中宝。若是取消时，何所到不了？这变成心境的贵不可比拟。今日你咱几分钟了，我同讲这一样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讲心境到快进到无心快进。当然，哦，啊，这两个跟开始这边抓过时间啦，吼、哦。但是今日咱今日学到人才甲花做的当中，你一定爱了解这理念，你想得到什么情况？想得到，啊，这嘛讲起抓这物件。但是，这就对咱内心的世界训练咱一种的啦，上一种内心的世界训练你一种的力量，这种的力量就是接受。咱咪想看卖，咱这是做需要的。咱如果讲应该都讲的时阵啊，想说讲讲哦，气象天外天飞空鸟来迁，八风吹不倒，温得气又炎。哦，讲的应该遐尼个是哪款？但是叫你来收到公文发布尔，一直就忙过到尔。好、哦，这大家知影故事嘛？啊，你凡事心怀脆弱，这个心有拢到无？相对的，咱今日咧听道理，就是把这道理听的。今日我如果面对着这个问题，我面对着谁？哦，谭总林北山，你这一年有一个人当中，因为伊拄到迄个一年的在当中。为什么会是我？为什么会是我？里外面了解吗？为什么会是我？为什么？因为因缘果报不会找别人，你就是你，别人就是别人，别人别欧别欧别一切吧。坐那里，这个金刚经演给他，正大了，分类叫做凌霄两重门。我怎么讲？我是我的，用幽灵修集作上初经，用灵天天。是人坚持作业应应付不过，今世是有天经过，坚持作业只为想过其他的什么什么。这部就是《金刚经》的第三分的凌霄念珠，咱讲得足清楚。因为你无去研究，你无去了解，当然你若去了解，你若去研究，这是我的所在部分。但是面对着这个物件，你觉得呢？那叫做大罪轻报，重罪轻报。哦，那叫做不能够大罪啊。但是因为今日我来到这个世间，会当得到大善法，我欲得到解脱之道。但是一直当然，我若无回向可以一路催我。但是伊面对着我，我嘛知今日这是我的因果，我做了官，做行道，把这个功德甲回向。那么去学会的确实得较地个，得痛苦，爱咧当做起步，哦，所以咱就是爱了解，其实面对着这物件，拢是在跟你相交。如果你呐真正这个理念、这个观念，你无法容易个修改，你自然在这当中，你就慢慢会接受，你会感恩，
你会欢喜心，你不会痛苦，你不会忧郁，你不会排斥，你还是这样讲，别往下开始的接受。啊，这里接受，这该接受，这该接受，能该接受，三该接受，接受了到底了，别熬。立足缘灭，立足缘，立足缘这个阴阳不能灭的心，这个能量会造出来。啊，能量会造出来，心来跟你讲安怎？阴阳有没？没，他讲伊个啊，我的心都未听，我都无法接受他的听。咱提啥物件？你可能你两天。迄、那个物件是唔是叫我再提得跟你？敢是？啊，你若客，就是你有问题啊咧，对？啊，所以咱今日来了解，修学道唔是一般的个信仰，修学道是对内心世界开始顿起了一个境界。伊个咱今日分别来看八正道，第一个是境界，第二个是救赎语，第三个是进步，第二、第四叫做啦。好、哦，清净；第五叫做清净，第六叫做啦净心净。好、哦，第七叫做净点净定，这就是因为佛的达正道，你才能讲到爽。那安尼，咱就当朝朝朝这个目标，朝向这个方向，慢慢去训练的这个心，你就成功。不是别个只姐姐咧，阿个动物姑咧，做着，不是这个道理。因为你今天你得了解些物件，就是要了解我未来的那简单成功。这十年等于很大，今天是单身班，团在啊，青山班，迄个青就是青球青嘛，迄个站就是迄个叫做闽南语叫做担嘛，叫做青担班嘛，啊，你担就参着迄个水足清气，无污染的，这个解释来讲，咱这个班是一个足舒适的班处，哦，可能今天以佛教上来讲，也是叫做菩萨的所发的一个方向。所以今日咱心里啊，这个多做一点，吼、哦，咱一点这物件听听，安尼对咱未来的行这条，咱把它形象，我从安住咱这条心，不然这条心永远安住袂好势。啊，今日咱请到有点来说，好、哦，啊，这个金额，咱有点来说袂足够，啊，有点来说叫做如理财啊，吼、哦，如啊，如取财嘛，咱知影嘛，理财理财嘛。啊，积财变坏财呢？哈，迄个如坏财就无好啊！吼，啊，如积财，迄个积财叫做哪里？刚才啊，迄个积财叫做不可思议积财啊，不可思议积财叫做奇财嘛。啊，奇财，咱一般定个财叫做金钱嘛。啊，金钱在二嘛，八五个，伊就是不可思议积财。啊，这个不可思议积财叫做哪里？刚才啊，叫做功德嘛，对不对？嗯。迄个功德叫做不可思议积财。那今天咱请到一个不可思议之才，有功德的人，叫万寿，来些给咱助威，来些给咱教导人才啊，这个帮助啊，所赋予的力量啊，所以呢，咱啊啊非常感恩不单，有点万寿以及人才，咱有个性情的这个秘书长，所以呢，因任何的道路，嘛是把你做快，以咱有性情来讲起。嘛是所以所提的啦，吼、哦，本来是一个大单位，啊，所以呢，咱来了解伊之后来，伊就领导了咱银河，我都把道路摆到我这样变，伊的方法，伊的力量，是力量，啊，那么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感谢护天慈悲全道提供。